那个张毅庄伟还有国中科长哦，一个是主责的，一个是管理的哦，管理的是刚进来的那一位。那今天在下午审预算，也都是在审都发局公宅的预算。不过我觉得大陆工程你们还算蛮有诚意的，几件事情麻烦你们注意。我们周遭有五个里，一个叫中坡里、中行里、大道里、哦啊大人里，还有一个松龙里。你所有的事情，你们都要跟这五个里长沟通。哦，这个我希望你们要做到这一点，这是第一。第二，这五个里长，反正你所有的公文都要发给这五个里长，可以吗？哦，这是第二。第二个，你们公司要找一个中高层主管，你说公务所的主任以外，再给一个中高层可以管公务所主任的电话，全部留给五个里长，让他们可以直接找人。因为你的工程有可能是到凌晨几点，那当他要找人的时候，主任绝对不跟他讲电话。那拜托，你给他上面长官的电话，我太有经验了。那假如是要违法施工还是违规施工，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想主任绝对不敢接电话。哦，那你要给他上面的电话。我也打给我，我会接。哦，我不会打，哎、欸，我不会打，哎、欸。所以你要给这五个里长。第二个，因为现在道路上主要是福德街现在正在做 HB， 那你们未来也不要有一个借口。如果说你真的被利害绑一下被你管，那你就早一点绑，灌他炸又鬼。你不要到了五六点还在绑，绑完要再灌，那已经到深夜一点。这个是一个技巧性问题。HB 大家都知道不能停，但是它有一个阶段性。这个阶段性，你今天如果真的来不及，拜托你提下卖绑啊，卖管啊，你明天再做嘛。你因为工程的人了解，不是工程的人说，哎呦，我一样不好理的。可是长期下来会精神耗弱。现在有一个问题，你们明年六七月才有动工嘛？正常的话，没有错了哈。超难去，三月了哦。那换个角度，捷运在施工，那完了又换你们，其实对这些人来讲是精神耗弱。但是这也是一个过程啊，必经的过程。因为未来这个地方会开发的更好，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有这几个请求，请你们大陆工程也好，黄山工程也好，势必要做。那后面还有三标，是一起发包吗？发包完了以后，未来五包有任何的工程说明或任何的讨论，拜托各位做一盖。你顶多只能前面两包一次，后面三包一次，不要再这样一二三四五。我也不知道上次我没有时间来再开会，那这一次来，哦，所以这个地方请你们。然后呢，如果科长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直接找魏国忠，他是主管所有这些工程的营造公司。哦，我想打几滴卡够，那也可以。那科长，你再把电话留给五个。哦，那以上大家辛苦了，但是未来开发一定有它一定的效果。那可能这段时间要委屈大家了。好，拍手，谢谢。谢谢议员，谢谢里长，谢谢各位里民今天晚上啊拨空来参加我们的这个一标的宝鸡一标的这个施工说明会啊。那如果说尔后各位里面还有一些意见或怎么样的话，就诚如这个洪议员讲的，直接啊就跟我们科长联系，或者跟我们那个局里面联系，我们都会接近地位里面服务。那今天这个说明会就到此啊。我们欢迎这个秦卫书团队的那个主任。啊，谢谢长官，还有吴议员、李里长、郑里长，还有蔡里长，还有南卫里长，还有我们那个上面的助理同仁。各位今天在这各位同志聚会，大家安排大家好，我是秦卫书红书的主任，我姓韩，啊，拄只呢，那上到国华中考华大，每一面说明会我拢会看，拢会了解，每客气，有啥问题找李长，陪咱找着阮。咱选区有十个议员，你看咱洪议员，阮平平，阮姓韩，阮阿姨啊，你看嘛，就拄只坐到即摆都无走，哦，我以前嘛是拢自头坐到尾啦，但是今仔较特殊淡薄，哦。啊，有啥问题你客气吼。十个议员中间，你选对议员，你随时会当透过你怎啊找阮。啊，代表邱委员祝咱所有乡亲的大家过年到元旦快乐吼，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谢谢。是，好，我们谢谢邱委员主任吼。那我们接下来请那个陈立辉陈议员这边的主任。市府同仁吼，然后洪议员，还有所有在座关心广慈一标做的乡亲吼，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陈立辉办公室，然后我叫焕中。
那很高兴看到整个广慈开发案的话，终于有一点进度了。对，那我想，市府这边的话也能够从善如流，采用新的那个逆打工法。那基本上这逆打工法的话，其实对整在施工过程里面的话，对整个周边的环境影响是有比较小的。对，但是可能我刚看了一下资料的话，就是说，因为我们这边的话要挖四层的地下室，所以说其实怕说会有淋水的问题的话，那目前所做的那个离房鉴定的部分的话，大概只做到98户八个单位左右，所以说其实大概只做一半。对，那可能要麻烦就是施工厂商施工单位这边的话，然后务必要跟里长提一下，就是说其实在这施工范围以内的这个离房的话呢，一定要请就是说离房屋主尽量配合，好、哦、让你们那个鉴定单位的话进去做那个房屋的，不管是外部的倾斜，或者是说内部屋况的鉴定，要不然的话，到时候就我所知道，广慈这块基地的话，其实它的地下水含量是蛮高的，所以说不晓得说你地下室开挖的面积那么大，然后其实我们有看过一些案子是，其实因为地下室开挖过程中，因为大量的涌水，所以导致说有些建筑的话，其实它整个建筑的基地是会呈现的。对，所以说也拜托所有在座的乡亲好朋友来开会的，那务必回去的话，如果说你们也是在临房鉴定范围之内的话，然后最好能够配合施工单位，然后进行临房鉴定。那也麻烦道路工程这边的话，然后跟所有里长讲，就是说，也如果说今天在整个临房鉴定过程，然后住户可能不太好找，那可能你们要透过里长这边，然后来跟住户做个协商。好，以上说明，谢谢。是我们谢谢陈立辉议员讨论。那我们接下来请那个张茂南议员的办公室，谢谢。我们洪议员，还有我们在地我们各位郑里长，还有我们林里长，还有蔡里长，然后还有各位我们议会的我们同事们吼，还有我们在场各位关心地方上我们好朋友还有我们以及我们各市府单位好，还有我们道路工程以及在场贵宾，大家晚安，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张茂南议员办公室助理好，那李成宏。那今天我们非常关心的这个广慈这个开发案吼，就是刚刚我们成龙刚刚大家都讲的，就是终于会有一个进度。好，那这边也话不多说，就是说万一如果在广慈这个一标吼，或者说其他标案，如果有任何有不懂、有任何问题的地方，都可以透过我们这边服务处这边，也可以尽力帮大家来协助。因为我们服务处就在我们这个福德地区，也是大家的好邻居。那第二点就是，也感谢我们台上就是我们各位市府的同仁，大家的辛苦。因为这个案子真的非常的大，那也这个东西费很多心力。那这边也代表议员感谢大家。那这边也代表议员祝福大家，那身体健康，谢谢。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请这样的意见方式这边，谢谢。我们在地里的里长、曾里长、哦、林里长还有蔡里长，还有各位关心广慈开发案的一个住户，还有我们市府官员，大家晚安，大家好、哦、我是陈永德议员的助理，然后很高兴今天来参加这个公听、啊、然后来听听大家的一个意见，然后也希望这个广慈的一个开发案、哦、有一个新的一个进度跟进展，然后欢迎大家、哦、有意见或有任何问题跟我们服务团队联络，那、啊、我们都会尽力的来为大家解决问题吧。然后在这里话不多说哈，就祝福大家身体健康，阖家平安，谢谢。谢谢。那我们请出安远方是。是副的议员、里长、各位亲爱的里民跟市府的这个同仁，感谢各位啊，今天晚上啊能够来莅临，抽空来听我们的这个广慈一区的这个开工说明会啊。今天很完满的就到此结束啊！谢谢各位的参加跟你，谢谢。